嘿，思律。台湾巨炮风哥。大给小强。吴春奇幻影展评审团大奖台北电影节闭幕片。卖肾啊！你倒啦！啊，我就被林总抓到当替死鬼。你算就没当天了，救命！我们再找个嫌疑犯。有见过这个人吗？那个时候那个大弯道你们看到吗？那里死过人。我这个袋子很可疑哦。长官，玉米。我就知道是玉米。你这边怎么都没有讯号啊？这么大量，应该就打钱的哦。这一定有问题啊。主开始就没有主人了，只是没进过。熊啊！干啥啦？那里已经被封起来了。你跟那个女鬼是不是有什么没正常的接触？您别进餐了，你当作阮吃啥？我今晚在不敢发火。等一下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我们要学他吗？